离胜利最近的时候，往往都是最艰难的时候。我们会用狮子扑兔的精神去面对每一场比赛。相信第一季的磨练之后，我们会变成另一支新北金矿队。天分这个东西不会有改变，但是努力是在你训练的过程中得到的成果。新的一季就用平常心去打好每一场比赛，坚持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会打更精彩的比赛送给大家。所以这一季我们的目标一样会直指总冠军。没有人能挡在王者的面前。